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年度的神中课，遇见365位圣经名人。今日是4月9号，我们今日所分享的圣经名人是以利以谢。以利以谢的名字的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帮助。以利以谢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生活于大约西元前1900年。内文讲到，在圣经人物当中至少有10个名叫以利以谢的人，其中最著名的是亚伯拉罕的仆人。虽然以利以谢是个仆人，但是他同他的主人非常之亲近。亚伯拉罕甚至幻想过让以利以谢成为他的继承人，因为当时亚伯拉罕觉得自己不会有后代。虽然之后以利以谢的名字没有再被提及，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，他就是亚伯拉罕所指派为他的儿子以撒寻找合适伴侣的仆人。以利以谢被赋予了艰巨的任务，为主人的儿子娶媳妇，而且这位女子必须是有住相似文化背景的人。亚伯拉罕不愿意让迦南女子成为他的儿媳妇，而是想找自己家乡的人。我们从对于以利以谢的旅程以及他完成任务的方法，就能了解到他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。但是他还有另一件值得我们关注的事，就是以利以谢是一个祷告的人。当他和随从的仆人到达他主人家乡的时候，他首先向神祷告。在创世纪24:12这样说，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啊，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，使我今日遇到好机会。之后才开始出谋策划，要解决一件难事，制定原先的计划是很重要，但总要先向上帝寻求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充满信心地前进。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上帝，请帮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让你参与在我们的计划里面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今天的内文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对今天的故事有更多的兴趣，可以延伸这样阅读创世纪15:1-6和第24章。欢迎明天继续收听，拜拜。